高流乡镇会家己一部庆祝35周年的花花传承创作会空间，台日交流茶会展，伫19号到21号伫文化局3楼展览室登场，欢迎喜爱花艺的民众踊跃前往观赏。嘉义市古流松藤会原底是日本古流松藤会的台湾嘉义支部，1964年成立。而这次古流松藤会嘉义支部35周年庆，特别选伫嘉义市文化局举办盛大的开幕典礼，包括嘉义市长涂新铁、监察院长张鹏雅拢亲自到场祝贺。我们非常高兴，今天这个展览让我们嘉义市的地位量能再度提升不少，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漂亮。坦白讲，谁在台北都很早看到这么好的一个展览，我们可以说是非常幸运。花怎么擦出它的气派，就看各位老师的这个手艺跟心境，因为每一个人的心境意境不同，所擦出来的花的气势真的是不一样。我们恭喜古流松藤会能够在创会50几年之后的支部成立35周年庆，在这个嘉义文化中心的3楼展出这么有意境、这么漂亮、这么有气魄的一个花卉展。你这边花艺大部分是以嘉义在地文化为主轴，现场作品丰富多元，花期精彩可期。展期为1月19号到21号，伫文化局3楼展出。现场经安排导览解说，期盼会使甲观赏者交流、交心，分享花朵之美。欢迎各界朋友来体会无同款的花艺空间。新闻台闽嘉义采访报道。